今天带大家逛一下中国最牛的街道，深圳粤海街道。说到街道，大家想的是这样的，或者是这样的，而粤海街道呢，是这样的。这条街你说它大吧，但是开车逛一圈也就十分钟，你说它小吧，它又聚集了100多家的上市公司，这些公司加起来总市值呢，相当于一个杭州、2个广州、8个重庆。你的生活离不开粤海街道，这里有你玩的游戏和聊天的软件企鹅腾讯，有你用的手机华为和中兴，有你飞的无人机大疆创新，有你在用的空调 TCL， 有你在看的电视创维等等。在粤海街道，如果你迷路了，你就抬头看各种公司的地标大楼，就能找到方向了。这条街诞生过2位华人首富，其中一个就是小马哥。这里有人月入几万、十几万。粤海街道繁华之外是繁忙，这里更多是默默无闻的打工人，在这里上班，每天早晚高峰堪比春运，吃午饭排队半小时，吃饭5分钟，晚上下班打车，前面等待人数往往会接近200人。